八年前，日月神教师长老与正道高手月战华山之巅，师长老武功高强，正道人士死伤惨重，不得已用计将师长老困死于山洞。八年后，嵩山、泰山、横山、华山及横山组成五岳剑派联盟，联合武林正道冲上黑牡羊。 大名鼎鼎的日月神教白虎堂主上官云，如今却如同丧家之犬。飞斌，你们以多欺少，胜之不武。你们这些魔教余孽，不必讲江湖的规矩。 到底是谁？东方不败。 夺回了黑牡羊，还杀了乐后和钟镇两位师弟。武当的冲虚道长和少林方正大师与掌门师兄共成为正派的三大高手。葵花宝典。 如此强横，看来普天之下只有辟邪剑谱能与之抗衡了。你立刻飞鸽传书给丁冕，告诉他，之前以礼换辟邪剑谱不成，这次直接下手，不用再跟林振南客气。此刻东方不败兴风作浪，武林危在旦夕。 哪能容得他林振南再做推辞？
起来吧，镖师走镖啊，路上虎豹豺狼均有可能出现，所以你们平时练功一定要做到认真刻苦，练就一身高超本领，真正做到万无一失，维护我福威在江湖上的声望。是。那嵩山派要夺辟邪剑谱。 你既已练成，给他们便是，何必要结怨呢？嵩山乃名门正派，即便我不交给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拿我怎样。那你干嘛还向华山派求援啊？我打算让岳不群做和事佬，借此机会搭上嵩山派，这样镖队在中原。 便可畅通无阻了。你呀，就你鬼点子多。嵩山派居然逼着林振南献出辟邪剑谱，振南兄来信。 想请我帮忙，想左冷禅说情。嵩山剑法已是五岳之冠，左冷禅还不满足吗？爹，娘，徒儿给师傅师娘请安。 您二人来得正好。左冷禅，给予林家的辟邪剑谱。为师决定要你和德诺骑快马先去打前站，我和你师娘率众弟子随后就到。是。嗯，但切记，暂时不能和嵩山派弟子发生冲突。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弟子晓得。 我也要和大师兄一起去。林老弟，看来你是打定主意，不愿意接受我嵩山派的美意了。嗯。 贵派愿意屈尊于福威镖局结盟，这本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这交换剑谱一事，看来嵩山剑法是入不了林总镖头的法眼了。在下绝无此意，是远途公留有遗训，辟邪剑谱不可外传。
让开！身上并无伤痕，或许是被马石突然猝死。 可老李身体一直强健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也许有什么隐疾吧。好了，将老李妥善安葬，再多拿些银两，好好安抚一下他的家人。是。 总镖头，又出事了。刘成，刘成他也死了。过了饭时，也不见开饭，我寻思过来催催刘成，没想到他就。 死状跟老李一样，不会是闹瘟疫吧？福州城什么时候闹过瘟疫？难道是鬼怪？白镖头，到！你带几个人马上到金刀门，向我的岳父王延霸求援，立即动身。是。 不得伤人！小师妹，躲远点，别伤了你。小师妹。 我让你躲开，你没听见啊？大师兄，这干嘛呀？小师妹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注意点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林氏我感谢三位。不知三位大侠尊姓大名？在下华山令狐冲，二师弟劳德诺，小师妹岳灵山。令狐大哥。 我是扶危镖局林平之啊！这。
出事了！来人！出事了！快来人！出大事了！快看！快看！嵩山派号称名门正派，居然做出此等丧心病狂之事，是不是嵩山派所为，尚不确定。你的意思是，杀死白镖头的另有其人？江湖险恶，怕是有人浑水摸鱼啊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把剑谱交出去吧。辟邪剑谱乃祖传之物，宁死也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增设几个哨岗，密切注视镖局周边的动向，发现可疑情况立即鸣鼓示警。是。各镖头率两本队人马轮流巡逻，加强防范。是。记住，此事不得向外界透露半点消息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呀，胡说些什么。娘，当别人面你也不嫌害臊。哦，莫非这位就是令狐贤侄啊？令狐冲拜见林总镖头。嗯，劳德诺拜见林总镖头。林伯父还认得我吗？灵山姑娘，哎呦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你爹呢？他们怎么不进来啊？师父派我们三人先打头阵，他和师娘晚些日子就到。岳掌门没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，在孩子面前，不要提那些扫兴的事情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干干，嗯。你们久居华山呐，这些沿海风味平时很难吃得到，今天一定要多多品尝品尝啊！哎，来，让林总镖头费心了。哎，客气。来，娘。灵山，来吃点。谢谢林伯父。娘，您多吃点。要不要帮你扒一个？岳师姐，你是第一次来福建吗？我都是第一次离开陕西。哦，那明日定要带你好好游玩一番。好啊好啊。对了，我还收藏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走。哎，平之，娘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走，快去快回啊！小师妹孩儿心性。让林总镖头见笑了。林山和平直的年龄相仿，就让他们胡闹去吧。啊，来来，干来干！谢林总镖头，干。如此粗的旗杆，不可能无故折断啊！总镖头，总镖头，什么事？马厩的马匹全让人给杀死了。这没想到两日之内竟伤了13条性命。贤侄认为，
这凶手是不是嵩山派所为？昨日才人，兄弟们，切腹！袭击平之的人是巴蜀口音，用的也不是嵩山剑法。我平日从未与巴蜀一带的武林同道结怨，何人竟下如此毒手？哎，死者身上可有何伤痕？无一丝伤痕，也没有中毒迹象。镖师的尸体可在府内？在。这位就是白镖头。得罪了。前辈，你看，他虽然外表没有伤痕，但他心脏已经碎了。这，莫非贤侄猜到凶手是谁了？难道是崔心长？目前还没有，带我出去查看一番。好，好，好。大师兄，二师弟，我出去查探一下，你在府里保护大家啊。大师兄，你武功比我高，还是你留下吧。不是我，哎呀，大师兄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而且精通易容之术，打探消息最是擅长。好，小师妹回来了吗？小师，还没有。没有。哎，姑娘，你看见我小师妹岳灵珊了吗？回灵湖公子，岳小姐和我们家少爷出城打猎去了。什么？公子有所不知，野猪呢白天一般是不出来的，只有在天亮前的两个时辰才会最为活跃呢，所以。刺客，
到底是什么人？ 狗熊野猪青城四兽，放屁！俺们是英雄豪杰，青城四秀。果然是青城派。蠢货！快，站住！快走！ 小师妹，林平之，非也是抓过我的，你把我杀了。是是。怎么办？没有路了。相信我，走。他们身上有伞，两他们也走不匀，跟着这狭路，兜他们，走。好，是，走，快点走。 天下第一镖局，这林振南的功夫也不过如此啊。
都经不起我们少掌门两个回合。何必这样苦了自己，又害了家人？你这样沉默，难道可以躲得过去？剑谱在哪儿？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把它交给你们的，夫人。好，那就成全他吧。受死吧！堂堂青城派一贯之主，竟做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老夫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演戏了，就算你不露真容，崔心掌的功夫骗不了我。玉沧海，我定要将你的丑事公之于众，你等着成为武林的公敌吧。你觉得自己还有命离开吗？我师父君子剑马上就到。是吧？夫人，是我害了你呀！前辈，玉沧海的口贼呢？暂时甩掉了，不过很快就回来。前辈。咱们先离开这儿，平之就拜托给你了，让你师父收他入华山之门，护他周全。您放心，
月姑娘，月姑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 月姑娘，你醒了，没事了，实在太好了，别哭，怎么样，还能走吗？ 阿古也没想跑，我爹是华山派掌门岳不群，你敢杀我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算乌烟蒙族走冷残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快跑！快跑！丁师伯。 娘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你说话呀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娘。